北路的中松，昨天已经到米脂城北的正川铺。据骑兵报告，北路是没有缝隙可钻。南路刘戡已经抢占了绥德，断我西起之路，随即进入米脂，与中松形成合围之势，现在正在朝我压来。 黄河边有敌人吗？暂时还没有发现。白龙庙、嘉县、深泉堡一带，骑兵已经侦察过了。只有。 向董走漏，现在看来，只能是向东了。嗯，死地哟，直至死地，能好什么？东边之黄河，万不得已，也不会是死地。纳官，说什么？ 我右眼在先，不过黄河。谁说这种屁话呀？我李德生说话是算数的，绝不过黄河。我们在延安住了十多年，一直处在和平环境中，现在一有战争，我们就走。我无怨对陕北乡亲啊。 警卫排咬上刘戡的尾巴了，赵老乡，老乡们不要怕，老乡们不要怕，自己人。哎，小东北啊，主席吃饭了吗？这不都热了四遍了，不吃饭怎么行？跟他说说，就是说我们强烈要求他吃好睡好，你去说吧。这种时候难呐。 就连周副主席都不敢说呢。乡亲们，我们怕你过河不回来了，很矛盾，是不想？现在各位乡亲啊，想不想听听我的意见啊？啊？想。我的意见，五个字，绝不过黄河。 毛主席不过黄河了，你老听清楚吗？真的吗？真的好，我们不怕了，我们不怕了。有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，我们什么都不怕了。就是啊，乡亲们，回家开大门，烙烙饼，烧开水，让毛主席、党中央的同志们吃好睡好，啊！ 对吧？啊，对对对，谢谢啊！谢谢啊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啊，姐姐，盼望我赴高山顶，烈日的太阳。 天气的太阳花又花，咱们的脸小毛泽东，毛泽东。最后的决战改动早已临近了，土改运动必须抓紧了，土改搞好了，才能发挥。
广大农民群众的革命热情，才能保证我们在决战中最后战胜国民党。发展生产也是一个关键，要做好决战前的物质准备。土地分给了农民，收的粮食归农民所有，农民的积极性提高了，就会踊跃参军支援前线。有一个问题必须向全党讲明，土改必须是群众性的斗争的结果，在斗争中发动教育和提高群众，不能是政府的恩赐，或者是我们的工作队员包办代替。接个火啊！老人家，坐坐。好。我们拜拜龙门阵呐！好，好不好啊？你们是哪个部队的？山下，山下那个村子里的。这位同志是好福相啊，起码是个工作队的队长啊。这个同志也是好福相，我看起码是工作队的副队长。老人家，土改工作队好不好啊？好啊，好啊。领导我们贫雇农斗地主分田地，穷人翻身了啊。老人家你都分了些什么呀？这一大群羊，还有三亩二分地。老人家你说说工作队有什么不好吗？好啊，千好万好，哪有不好啊。不对哟，总有个端出缺点嘛。打人不好，打人太惨，上了年纪的人心软，看不下去，我看该管管。饭做朋友既不能伤害群众的积极性，又得有个鲜明的政治界限，情况不那么简单呐。看来还得有调查研究才有发言权啊。上山，那让后面部队把上山的痕迹抹掉，快！是。怕什么怕呀？就在这里竖块牌子，写上毛泽东有次上山。主席，不行啊，敌人就在后面，马上就跟上来了。刘戡的七个旅加上北路三个旅，万一要是跟上，可就麻烦了。给我竖。你们就照德胜同志说的办吧，快！是。
不让他追，我倒要看看这个刘侃和钟松有多大胆子。主席，来。怎么回事啊？啊，怕是敌人追上来了。真的吗？那么好，我们等一等，我倒要看看刘侃是个什么鬼样子。主席，报告，报告首长，刚才一枪响是从西面传来的，原因不清楚。那不可能是敌人，传上去，平安无事，继续前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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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主席，出发吧。好，既然毛使，我们走喽啊。后面的跟上。我看主席最大的乐趣就是迎接挑战。适当时候啊，还是要说说他。对。跟上。是。脾气也大呀，你别同我蘑菇啊，给部队下命令，说毛泽东不过黄河。